给他们两个东西做个小小的调查啊。嗯，填表格游戏，两个人限时作答。嗯，就俩人的都填，都填。嗯、对、嗯，我看你俩默契度啊，你俩不哥们儿吗？这么多年，第一个是自己和对方的口头禅是什么？自己和对方最讨厌的什么样的人？沙宝眼睛也花了，花得特别厉害，我看不见。其实我唱小欧，他这些成名的歌我还真不怎么会唱，但是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会特意的去他的地方听他唱歌。唱歌是吧？啊，那人俩还不认识呢。那个时候还就是认识，但是不那么熟，不那么熟。然后你就说你得听听那个周小欧唱歌啊，对，我就特意去那个地方听小欧唱歌，在底下买一杯啤酒，嗯，然后听一晚上。对，写完了，写完了。OK， 好，我看两个人亮相啊，三二一，好。小欧的口头禅是嘿，嘿，嘿，你呢？他是真的，我觉得这两个不带都不对上。你觉得小欧的口头禅是什么？不会吧？不会了，不会了。我然后他一跟我说不会吧，我说真的。他讲不会吧？最后一个最讨厌什么样的人？小欧是最讨厌的，就是装腔的。想装腔的。你最讨厌不喝酒的人？不是，他最讨厌不喝酒的人。我是讨厌喝不醉的人。